我们要知道蔡英文的在前四年跟第二任的执政当中最大的差别，就他因为云豹的事件对他的当时的民调有很大的打击之后，蔡英文开始往后缩哦，他就推到防火墙出来不受访，从此之后就不受访，后甚至到最后他卸任之前只开了两三次美国跟美国相关军事相关记者会，都没有受访，没有记者会。然后呢？此外也没有什么公开发言，跟也他也没有什么基层友人，像马英九或陈水扁都还有基层友人，他都没有。虽然有小英智友会，可他都跟这些小英智友会也没有深的交情。也就是说，可到最后蔡英文的满意度，我们刚刚讲满意度也好，乃至最后他总体虽然历经疫情这么样负面状况的总体的印象都没有整个崩溃。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蔡英文不论是他有谋略或俏，本来因为云豹事件躲起来，他又尝到这个甜头，就是说当他撤离从第一线所有的政治政策跟包括朝野之间的动荡的时候，他把所有一切的功劳或者最有的争议都给行政院长。